咁我哋每日都要沖涼啦。喺沖涼呢個咁短嘅時間裏面，我哋可以做到咩呢？除咗沖走我哋每日身上面嘅污垢之外，可唔可以變靚啲呢？就係靠一個啦 ，AT901 美體養生淋浴香氛油。佢有四大好處嘅，第一個就係美體啦，佢可以做到美白、保濕、緊膚同埋去水腫，為我哋細胞排除毒素嘅。第二個就係做到平衡啦，可以平衡翻我哋嘅荷爾蒙啦，改善失眠同埋感冒嘅。第三可以做到一個和諧嘅效果，佢有茶樹精油可以殺菌，另外亦都可以協調翻身體嘅機能。第四佢可以提升我哋身體嘅活力，佢裡面有玫瑰精油可以帶走身體嘅負能量。咁講到咁犀利啦，我哋而家即場做翻個示範俾大家睇先。你哋做俾客人睇嘅時候咧，可以叫佢哋伸直兩隻手出嚟，咁樣喐下。感覺下邊一隻手比較攰啦，比較浮腫嘅望落去，色澤係比較暗雅嘅，咁就做嗰隻手。咁通常咧就係、是、右手嘅，因為右手拎重嘢多嘛。但我而家比較方便，我就做左手俾大家睇啊。咁首先咧就整濕咗隻手先啦，跟住直接咁樣摺落嚟，捽勻佢。唔使特別做按摩噶啦，就咁樣捽勻曬佢，跟住揾水沖翻佢啦。咁點解仲要過水呢？其實係因為我哋本身呢個精油咧係濃縮精油嚟噶，我哋過水咧其實稀釋翻佢，等佢唔好一個咁濃嘅配方。放在我們皮膚上那麼久就不用過簡易的了。那我現在抹一抹它了，給大家看一下，是看到呢我左手很明顯呢是緊實了的，這個是去水腫的效果，還有這樣動一下呢是立刻感覺到沒那麼累的。這個淋浴精油有三種用法的，第一個就是 bath oil 浸浴嗰陣用嘅，水温咧就大概係38至40度。咁浸浴嘅時候咧，記住個人入咗浴缸之後先至開始加精油喎。咁個用量就係30泵嘅。喺加精油嘅時候咧，啲水蒸氣連埋精油嘅味咧，係可以做到一個平衡嘅效果，舒緩翻我哋嘅壓力嘅。咁浸完浴之後咧，就唔使過水噶啦。因為你已經稀釋了精油了。第二個用法呢就是沖涼的時候用，就好像平時那過簡易啦，過乾淨啦，在濕身的時候擦，你可以全身用或者是局部性地用。如果是局部性的呢，就每個攰的部位泵兩泵，就好像你膊頭攰的，那就一邊膊頭兩泵啦。也是捽勻它之後不用做任何按摩的，直接沖翻水過翻就可以了。咁搽嘅時候咧，會有咩反應呢？通常比較攰嘅地方咧，會有少少紅啊，同埋會有啲熱熱地嘅感覺嘅，依樣係正常嘅。咁記住有香港腳嘅話咧，就唔好用暖水啦，用翻我哋普通水喉水嘅温度就 OK 啦，因為熱水會促進真菌嘅生長。